我是旺，欢迎来到不 OK 练台王国。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接续上一集的进度，乖乖不小心把这个伺服器的插件弄坏坏了，外流出了一些看起来非常厉害，可以做出非常特殊能力的装备，像旺现在可以跳高高以及召唤僵尸大军啊。上一集主要是看了装备的部分，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来看有很厉害很厉害的弓箭。那这边的话是抹茶盖的这个枯宫的深怪塔哦，他跑哪去？他在下面对不对？我们来偷看一下抹茶哦，嗨抹茶你好，他现在在挂网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他这边有那个抓枯宫的机制，然后他也获得了好多很 OP 的这些。插件弓这个样子，我们今天就好好来看一下吧。在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，请各位留下1222赞的喜欢，让汪汪知道你们很喜欢看汪汪拍这种超 OP 的插件武器哦。我们先来多杀一点枯弓，多获得一点枯弓生怪弹，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来打扰抹茶的这个生怪设施了。我们可以把它带回我们的那个僵尸生怪点自己来刷哈。汪汪这边有35个枯弓生怪弹，我们直接把它放出来哦，他们。受伤了，我们直接来把他们打掉掉，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超厉害、超 OP 的武器哈。看起来了，有一些弓了，那汪就再来刷一下，反正我们可以反复刷这些枯弓哈，再刷它一遍遍。哎呦，这个头盔真的超外挂的，直接一直疯狂的召唤枯弓，再召唤一次，我砍，我砍，我砍。砍！汪刚刚好好刷了一番吼，好像只有两把有能力的弓吼，就是两种不同的能力。那这把的话，好像是会有随机的效果跟传送哎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随机的药水效果弓是不是？哦哦哦，现在这个是会有缓速效果的弓，那再来射一下，这个会有什么效果呢？这个也是缓速效果，它的随机效果难道只有缓速效果吗？它这个是啊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，这是会让人中毒的弓。那我们再来下一个，等一下这个。中毒是中毒二，剧毒二，那这个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黑黑的烟不妙哦，这个是不是凋零弓？随机的自流药水效果好猛哦，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刚刚那个黑色是什么效果。我们先想办法射出那团黑色的烟雾哈，它会有 CD 时间的，刚刚有一个两秒的显示，这两个都是绿绿的，应该是毒弓哈，哦，黑色的，黑色的，黑色的。这个是虚弱哦，这不是那个凋零效果，这个是凋零效果吗？这个是哦，失明弓但是这个对怪物来说没有意义吧？怪物失明感觉好像没什么事情，那就是专门搞玩家用的弓啊，这个是要我们吵架是不是啊？再来一个药水效果，让我看一下，又是虚弱弓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，蹲下来射击，我们来传送出去，传送弓我们来传送到那个很高很高的地方，然后再要。它这个 CD 时间比较久，我们来传送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去，然后好，那 CD 时间应该到了，那我现在就传送过去，哇哦，好玩呢，这个好玩呢，我们再传送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，看看那个神教，我们传送过去，来瞄准一下距离后，我飞出去，准备。传送哦，有我们传送过来了，哎呦，好玩好玩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试试看这一把。地狱风暴弓，然后呢，总之就是射击跟蹲下射击会有一些特殊的效果，汪也不确定是什么齁，我们到一个空旷地方，不要离羊头那么近来射射看，我们来简单射一发，我射五。哇，这个好帅哦！来，我们换一个视角来射，我射出去，它也是 CD 时间比较长一点哈，它会有5秒 CD 时间，但一射就是射出好多好多的弓哎！来，我们往一个空旷的地方乱射一波哈，我射出去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多箭矢一起射出去了，这是多重箭矢弓哎！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要蹲下来射型的哦，火焰雨，火焰雨，我们来射一下火焰雨哦。火焰，不对，那个 CD 时间还没到。火焰鱼，火焰，怎么还没有？他 CD 时间这么久吗？我们来 double check 一下哈。火焰鱼发射，然后是射到定点上面会有天降箭矢的感觉哦，这个好帅哦。那边有一个骷髅嘛，我们来对他用这个火焰鱼试试看哈。好玩好玩好玩！那这边有一只猪猪，我们来对它施展一下哈，火焰鱼。这 CD 时间有够久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让乖乖清除一下这些掉落物吧。各位各位，
汪跟乖乖达成了协议，他已经把地图重置了，所以目前我们的怪物是不会有一些太 OP 的装备了。那汪汪想要继续来测试这个弓，我测试好我就会还给他。现在汪汪想要测试什么？就是刚刚那个箭鱼啊，很帅，所以我想说啊，我们可不可以给他弄一个火焰的效果？他会不会变成火焰的箭号？那我这边有一个强力的，来来来来，我们把它打上去哈，敲敲看看看他可不可以变？他不能变哦，那我有没有火焰的附魔书？汪觉得啊，这既然是插件弓，它如果把它磨掉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有它的能力在吧？我们就来试试看哈，来来，有没有火焰附魔？给我个火焰附魔！不，我看不出来它有没有火焰附魔。天哪，啊，到底有没有火焰附魔啊？我来试试看哈。哦，完全无法确认的，天哪！哦，各位有了，我洗出火焰附魔书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我们再把它强化一下，然后再把它跟这个铁砧打一起。来来来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，你现在应该确认是有火焰的人，那我就射出去了哦，我射一下。只有中间的箭矢有火焰哦，有点可惜耶。那我们来去测试一下。各位各位，阿斯上线了，我们的建筑大师阿斯上线了，所以我刚想说，我就用这把弓好好的来偷窥他。我们现在有各种偷窥的能力，我们可以传送，我们还可以跳跃，我们只要不被发现就好了啊。对了，我还要去把那个隐形的衣装给拿过来，来，我们去拿一下那个隐形的衣装。乖乖乖乖也发给阿斯东西了，然后我们就苦力炮爆炸然后我们来赶快偷偷的接近阿斯，来来来，我们接近阿斯，我们在阿斯的面前突然蹦出来，让他觉得很可怕。嘿，阿斯，嘿，阿斯，关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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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门，关门。阿斯，你家真的闹鬼了哟！来来，我帮你开门，关门，开门，关门，开开开，关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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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开关关开开关关。这边什么人都没有呢，你家的门会开关的哦。阿斯，你家里面会开关哦？是开关的哦，不是我弄的哟。阿斯，你家闹鬼了！阿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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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闹鬼了！阿斯，来来来来，阿斯要下来喽！阿斯要下来喽！帮关门，帮关门，关门了，关门了！阿斯，阿斯没有发现我，阿斯没有发现我。好，来来，我们做完什么？不！不对，你什么都没看，你刚刚什么都没看到。阿斯，你什么都没看到。来来来，我们跟过去，我们偷窥阿斯，偷窥阿斯，我们偷偷接近阿斯。我们偷偷接近阿斯，阿斯现在在狗鱼那边，来来来，我们偷偷接近他，我们偷偷接近他，来，我们接近他，然后我们再隐形，我们隐形，然后我们在他面前，我们在他面前，他脸露出来了，他附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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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想办法再传送到他后面去，用这把弓哈，来传送过去，传送弓，我们传送过来，然后赶快把手收起来，赶快把手收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在他面前出现，我们在他面前出现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在这里。我来这里哦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出现，你要出现一下，你要出现一下，突然出现一下，我突然出现一下，被打到了，被打到了，出现一下，突然不见了，我出现了！阿斯，我出现了！我出现了！阿斯，我出现了！好诶，晚上了，可以再做测试了。那么，那边有一只女巫，我们来对她使用好多好多的箭矢，我丢出去！哇呼！你对我丢药水，我也对你丢药水了哟！来，对你使用药水箭矢，这是个什么效果？这应该是缓速的效果啊！我还是怕中毒啊！啊，对我来说还是很可怕。那我再对你丢第二个药水箭矢，来看看谁的药水效果比较厉害。是叶妹，又叶妹，我丢，哇，好多箭矢飞出去，好爽啊！等一下，这个我先解决你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这个，还不太好射死他。我们获得红石了，那叶妹在哪里呢？我对她狂射箭矢试试看哈。来来来来，我这边一整串的箭矢大炮，我往你轰过去。又射到她了，但伤害没有很出众的样子。好久的药水效果，我快挂了。天哪，天哪！来来来，你过来，我再去对好多好多的箭矢。哇，这箭矢超爽。那边还有好多怪物哦。我们这次用蹲下来的这个箭雨弓试试看哈。来，箭雨发射！哇哦，一发都没射到。
可能还是要近一点啊。来，我们再来试一次，请再给汪试一次机会啊。来，一二三，我丢一下，三秒钟，一二三，我丢一下，哦，射到了，射到了。但伤害是真的不怎么样啦，相较起来的话，药水效果功可能还稍微厉害一点。来，我们来使用药水效果。等一下，完全 miss 啊 ，miss 就没有意义啦。来来来，这个是什么效果？失明的效果是不是？来，我再来给你一个什么效果？这个效果是丢一下。好多蜘蛛，好多烂蜘蛛哦。这个应该是缓速的效果哈。对蜘蛛来说，哦，缓速对它来说好像还挺有用的嘞。我们还是用近战攻击好了，近战攻击比较赚一点啊。是时候来回收这些伺服器的赃款了，我们就来跟龟龟说一下吧。龟龟，我拍完了，你可以来回收了。好，那我们等龟龟来回收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应该会 TP 过来。我们来看看回收的过程，然后呢，来好好数落他一下。有，他出现了，他出现了，来，这个箱子，箱里面的东西你清自己清理一下，我们看他会不会把神龟蛋拿走，他应该会把神龟蛋拿走吧，但是我会蛮想留下这些神龟蛋的。哦，他通通拿走了，他拿得好干净哦，天哪，通通拿干净了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汪就是把乖乖不小心把超镜给弄爆，弄出来这些超 OP 小偷剧，通通都拍过一遍了哈。那也回收给乖乖了，因为这东西对我们来说还太前期了，后期可能真的会出现，但是就不是现在的事情。那今天就是这样子，留言说我爱剑鱼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啵啵，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监视汪汪，觉得香香。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逐渐